褪黑素能美白吗？如闻医生特邀专家王琼，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现在网上大家的认识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褪黑素它就是退除皮肤中黑色素的一个物质，因此有传说就是认为褪黑素是可以美白的。但实际上呢，褪黑素是我们大脑松果体产生的一种激素。它之所以叫做褪黑素，是因为它可以作用于一种能够产生黑色素的细胞，并使这种细胞发亮，因此呢，在被发现的时候被命名为褪黑素。它对我们皮肤的黑色素细胞以及产生黑色素的这个作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此不能够用于皮肤的美白。褪黑素它的功效是改善睡眠、抗衰老、抗肿瘤，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美白祛斑的作用。